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华藏金刚上师，这个严杰中的华藏金刚上师所讲的未来世界的宗教领袖已经诞生在台湾这件事情哦。那这个是我们早期也有做一张卡片呢，我们也引用了所谓的真理预言中的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还有他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预言的预言，东方圣人东方的伟人他讲东方的伟人怎么样，他将使全体人类在一个包容一切信仰下结为一体，此人将革新这个世界啊。真理呢在美国是非常有名，也是全世界非常著名的预言大师哈，是一个你预言大师哈。那他在1997年呢这个1月25号呢这个就离世了哈，但是他留下的预言深深影响我们现在的每个人哈，包含他也预言到这个2020年这个所谓哈米希多顿的事情，还有2019年东方的伟人呢，就是东方这位圣人呢，他的能力也整个炸开来了，所以能力整个打开来了。在这个美国预言家真理的预言中的东方的伟人，然后华藏金刚他是也看到了。同样是一个近代的一个类似在修炼界里面也好，在预言界里面的知名大师了，华藏金刚大师，他是严杰宗的这个创立者哈那这个是他在一次跟弟子来介绍这个预言的时候，推背图呢讲到推背这个44相的时候，他其实也看到了。以他的宿命通也看到了，同时他纠正这个美国真理他预言东方的这个伟人出现呢，1962年出生那华藏金刚上师在这个1962的是上面呢加上前后当然这就是让大家去推了，只是不会现代1962，就是华藏金刚上师看到的。那当然我们把这张图拿来跟大家介绍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推背图更正那个刘伯温有一个百年十倍预言，也讲到这个紫微座大帝其实这个跟真理所看到的东方的一个伟人是一样的那也就是推背图的圣人，中国经有圣人的其中一位就是站的北宫剑的人那这个也是47相讲到燕武修文紫微星明披覆有则隐为平这个是完全在描述这个年轻人呢，这个世界宗教领袖的他的实际出生的状态以他后面的弘法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特性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预言的方式能够把这位所谓的中国的圣人呢好好的描述一番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推背图第44相主要还是讲到这个卑躬剑的人，因为他是大家看不到他背对着大家，然后实际上大家看得懂的就是坐在椅子上的他的师父这也是很古老的预言弥勒下士冥王出世的一个典故这些
互相都有关系。所有的预言呢，古圣先贤呢，互相之间互补有无哈，都会呢为了这样让世人更容易找到这个圣人，或这样而在前人或是后人的啊，这是所谓的前后的这个预言中呢，啊，他生花妙笔中的画龙点睛一下，来讲来。互相的加强啊，所预言的可靠性哈。事实上，未来世界中的领袖已经诞生在台湾了。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自媒体的朋友，包含这个所谓的修炼界啊，修炼界的朋友们呢啊，他们也谈到紫微的时候，都会讲指向一个人哈，创世主哈。事实上，这个紫微不是创世主哈。这些自媒体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人在谈到第44相的话，他就无法去解说了，因为44相其实是两个人，重点就是卑躬谏的人，而47相直接就讲卑躬谏的人，紫微星明。既然紫微星明能够被讲到无王无帝尽乾坤，来自天间第一人，好把旧书都读到一言一出见一明，我们知道创世主一切万教源头，他整个的智慧是圆满的哈，啊，就是不需要再去读任何书了哈。那身为弟子呢，当然哎，啊，要学习哈，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华藏金刚上师今天提出来预言呢，事实上连圆觉宗本身的弟子呢，其实都还不知道哈，少数人知道而已。那现在目前大家进入九紫离火印，2024年开始，十年内所有人类都知道自己的来历。原来千佛灵王万自在，所有人类都将知道紫微在全球红传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也是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件事。你如果找到这个世界啊，所谓未来世界宗教领袖紫微呢，其实各位就去买一本啊，这个我们这个书店里面有哈，三明书籍也有卖哈，露天也有，好，我们的 Pupu 的电子书城也有，这一本叫做《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哈，《后启示录时代之万王之王》这本书，其实各位呢看到这视频，你赶快订阅我们的视频啊，你往前去看，你就会看到这本书哈，你可以在网络上赶快买，买来以后你也赶快送给跟你一起。啊，对修炼有兴趣的，对自己生命的来源有兴趣的，事实上你看到这个书的封面跟封底，你可能就会开悟了哈。啊，这个事情是真的哈。过去禅宗也好，要参话头啊，一直参了半天，我是谁哈？啊，未来要去哪里？事实上，你看了这本书的封面跟封底，你就恍然大悟哈。那我今天简单的是必须再跟各位强调一下，这个未来世界宗教领袖已经诞生在台湾。一系列我们讲到紫微的系统，这个有声书系列，其实就来告诉大家，事实上各位都是不简单的，各位都是天上下来非常伟大的这些佛道神仙哈。好，所以千佛灵魂万主下界，只是过去绝对不让你知道你到底是谁，啊，各个宗教系统也不准知道，啊，这个是来自于如来以上很高很高层次，啊啊，才能这样才能明白的一些事情，啊，但终究呢，只有创世主能把这些事情讲透讲白，啊，那今天创世主已经在人间红传他的宇宙根本道法30年了。好，现在目前他受记弟子呢，紫微呢，全球普渡，以创世大法弥勒佛城全球普渡，也欢迎大家加入微尘创造团队，一起来红传这创世大法。好，那今天我们讲未来世界中的领袖已经诞生在台湾，好，先介绍到这里。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发轮天地下。
切莫在意我。